刘大师啊，我呢，一个呢是我那个腰仔啊，我2014年做了个核磁共振，我这个腰痛了，嗯，腰痛呢主要我一直当干部做办公室，对，那么坐小汽车，肯定看就是，哎，那么腰仔他那个看了那个磁共振的片子以后呢，啊，帮我诊断下来的是腰椎的退隐性病变。一、二腰椎间盘突出，三椎管狭窄，主要是个三个病，还带有点骨质增生，腰椎。那么腰椎现在我的毛病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腰直不起来，就腰杆直不硬，直不起来。第二呢，站在这里，人站在这里站不动。哎呀，站不很费力，哎，很费力，也很费劲啊。那么走路呢？因为我是去年的11月23号一次小中风，是，力量不够，哎，力量不够还有晃，对，控制力，那控制力不行，控制力不行。现在表演给你看啊，我来怎么样？现在怎么样？对吧？能稳得了，来，身体都不大胖了啦，腰也直了。原来我走路怎么样？要这样的，嗯，这样走。真的老干部，原来我这样走的，还得拿着拐杖，哎，都这样子。那现在我不要，不是，哎，来，身体挺得起来，啊，直起来，直得起来的话，啊，这腰真直。还有我要往后去的话呢，以前呢，但是对，要坐起来，哎，不错，要坐起来，用腰直起来。那现在可以这样，嗯，可以，是吧？两天了，两次，这两天了，嗯，不是20天，我一个感受。嗯，我给刘医生呢两句话，嗯，8个字，啊，老干部总结，一句话叫医德高尚，嗯，第二句话叫医术高明，两个高，哈哈，谢谢，对不对？缘分啊，这是来自老干部的评价，我觉得，嗯，那个鼓励啊，真的是，运气好，能碰到我们有缘刘大师。我原来想，我这一生，我这个毛病不会好的。嗯，就留到遇到刘老师，你看刘老师，你看，哎，原来腰杆是不硬啊！哈哈，本来是经过十二个针的玩意儿的。你看，再过两天你再看，哎，你能再看。这个呢，讲苏州话，嗯，叫什么话？出了钱买不到的，出了钱买不到的，你不要认为你有多少钱，是的，是的，你把人民币都贴满了，你都不会好的，是的，啊，你甚至腰里一排排的都贴满了，有什么用啊？对，没用的，简直的就是我这个两个脚啊，嗯，都不麻的，对，是的，啊，那天还画的画哎，哎呀，挺好，行，哎，比较有力了，哎，对吧？来，起来，哎，松了，轻松了。有力了吧？比以前轻松多了。我充满信心啊！啊，充满信心啊！充满信心，充满信心。五针啊，五天啊！对呀，对呀，不是50天，已经很神奇了。以前呢，我站在那里啊，单独就我一个人站在这里，不行，站不住，站不住。哎，有晃，我必须要这样，一个手要扒一下，现在呢，我可以站着，那插在口袋里边的，要站在这里。可以可以。本来不能站，我原来我喜欢拍照，站在那里不能拍，我要怎么样呢？要，后来就想了，该不这样拍照啊，不能这样呀，不能这样呀，多痛苦了。那变化大了吧？你看他腰都直啊，变化大。嗯，也是跟人的太不一样了。